46岁李小冉罕见打扮火辣，穿短背心曲线傲人，全身皮肤太白似反光。近日，有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偶遇著名演员李小冉现身机场的画面。当天现身机场的李小冉身穿一件白色背心，皮肤白到发光，锁骨精致，搭配一条紧身开叉长裤，大长腿更是一览无余。这样潮流的穿搭让其看上去活力满满，更表现出前凸后翘的身材曲线。据悉，李小冉之所以现身机场，是早前参加了自己所代言品牌的直播站台活动。而在直播活动上，李小冉也是直接穿着这件背心外搭一件紫色西装，整个人干练帅气，气质高冷，与在机场所见的形象完全不同，让人感叹这就是好演员所能带来的表现力。这几年李小冉都有持续输出优质的新戏，而每次出现在大众眼前时，都会让大家眼前一亮，赞叹其身材保持上的自律。低调努力，踏实前行，也相信李小冉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